民众拿着空瓶投下铜板，洗衣精就会从机台流出。要大量够足或是小分量都 OK。以往用完就丢的洗衣精瓶，现在可以重复利用好几次。那有时候我下班会忘记补一些洗衣精，那我就刚好住家附近这边有环保瓶，拿来有时候可能像矿泉水瓶比较大的，我都可以来补充。台塑神衣设置洗衣精自动补充站，目前全台一共有150台，之后将会设置到1200台，而省下制作洗衣精的包装运输，一年就减少了1600公吨的碳排放。而未来也不止洗衣精，包含洗手乳、洗碗精都有机会纳入机台，提供民众能够一机多用。目前选址除了在超商旁，还会修就厝边隔壁的邻居，只要有适合店面，能空出一坪空间。台塑神衣也愿意租下进驻，希望能让环保理念深入社区。只有一个小小的一坪的地方，就可以让消费者来使用。地点就是在有住宅的地方，人潮比较多的地方，使用方便的地方，都可以来设置。生意版图不断扩张，但同时也要考量环保概念，才能让企业永续经营下去。八新闻需要竹赖成伟台北采访报道。民生八方事尽在一小时，赶快订阅我们八大民生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。